翻嚟啦，翻嚟啦！停办咗几年嘅龙舟竞赛，星期四终于都翻嚟啦！全港多个地区今年都复办龙舟竞赛。先同大家睇睇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。选手不分国籍，不分年龄，个个都落力爬。见到绿色嗰个。有隊伍悉心打扮，好開心，好好玩，好開心，好刺激，都係隔咗一段時間，好耐冇練艇啦。突然間第一場好開心，真係好開心，玩到開心，好刺激。雖然而家係復賽，但係佢就會努力啲噶，可以嘗試下翻大陸咯，係啊，所以嘗試下翻我哋內地同啲高手切磋下、交流下咁嘅咯。我覺得我哋會贏嘅。頭先嘅名字點樣啊？好好，表現得。預期之內，你係預期之內。係我哋嘅 strategy 嚟嘅。通山，通山。一、二、三，通山。對手好強，咁啊，都大家都好認真比賽，見到大家好落力，係幾難忘嘅事嚟嘅。唔少市民就趁住假期嚟睇比賽湊熱鬧，亦都有人同龍舟合照。Really nice to be here to see the race. We're really happy. It's our first time, so we're enjoying it. 天公造美，仲用高温同大家打气。今日嘅最高温度成摄氏33度，连佢都要落水降降温。镜头一转，带大家嚟到大埔，赛事一样精彩，吸引咗大批市民喺岸边睇比赛凑热闹。至于财爷就着住开心香港 polo 恤，去咗香港仔睇龙舟赛事同埋做颁奖嘉宾，开心。爆炸发生之后，烧烤店火光熊熊，冒出大量浓烟，有伤者手脚被烧伤，严重严重，冲动，炸起晒，马路满布碎片，亲友生死未卜，家属情绪激动，大批消防人员喺现场抢救，到晚上9:20左右将火大致救熄。事发喺星期三晚8:00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的富阳烧烤店怀疑发生石油气罐爆炸，至今造成至少31人死亡、7人受伤，当中1人危重。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同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工作，尽快查明事故原因，依法严肃追究责任。铁达尼号观光潜艇泰坦号已经失踪超过3日，潜艇入边包括英国亿万富豪哈丁等5人嘅性命危在旦夕。外界估计潜艇入边嘅供氧量到星期四晚就会耗尽。外电引述美国海岸防卫队话，已经前往早前探测到敲击声嘅地方，但未有结果，所以声音可能唔系嚟自泰坦号。加拿大军方侦察机星期四在海域上空投放了声纳浮标，希望可以探测到水底求生的信号。而美国海岸防卫队、法国考察船等亦都不断搜查。美国海洋专家加洛指出，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发生灾难式的内爆，部分碎片会沉入海底，水面上面不会见到很大块的碎片。他又说，如果潜艇不在本来沉船的地方，那代表他在水里面可能发生了事故，导致他们失去了电力或者无线电通讯。如果没有电力供应，潜艇里面的人将没有任何对策。今次搜救的行动极度困难，因为铁达尼号的残骸位于水底大约4000米，那里寒冷，极高水压，要找到一艘能够抵达这么深海的潜艇就已经很困难。加上潜艇密封的设计，连开门都要靠水上的外部人员，意味任何救援的工作都必须在水上完成。如果潜艇真的在水底，怎样带上水面亦都是一大难题。不停
车缴费服务已通行实施了将近两个月了。目前青沙管制区、城门隧道和狮子山隧道都先后实施了。如果你成日都要揸车出入，那你又有没有留意翻个手机 app， 有没有成功扣数呢？如果没有就要小心了。读者钟先生就跟我们报料说，原来他信用卡自动付款的功能由6月9号起失效，欠了13日的隧道费。今日，因为今日我发觉了，我欠了一整20几次隧道费之后，我今次一日一次过在个银行的 apps 那里用回我本身绑定的那张信用卡来扣钱。他每一次，我每一次过一条隧道，过一次隧道呢，他會應該是 send 兩個 email 給我的。第一個就告訴我我已經我過了那條隧道了。那第二個呢就是confirm 給我聽，就是說我們的錢都收埋了這樣的。所以呢之後呢我已經習慣了，知道收到這些 email 就是你通知我我過了啦，之後就是收了錢了。所以打後呢你個人就不會每一次都看起來了。就是因为没有留意每次过完隧道的第二封 email， 亦即是过数的通知，钟先生亦都不知道原来他的信用卡自动缴费出了问题。但是他的信用卡明明一直正常使用，那为什么会失效呢？他于是就打去了解过。那他们都说其实就应该不太关我事，不关我的信用卡事，是他们的系统有些问题。所以呢 我觉得我诉求很简单的，就是如果真的是易通行那裡有一個系統的故障，其實它應該在新聞也好哪裡都好，你要公布出來讓人小心留意一點。我們就正是向易通行和運輸署查詢緊有關的事件。端午節熱辣辣，新界錄得有成33度，爬龍舟的選手都大汗搭細汗，咁熱的日子看來都會持續一段時間。在高空反氣旋的覆蓋之下，今早上華南沿岸的雲量不多，不過電腦的預報就見到西南氣流仍然影響著我們，並且會在今天和明天不時為沿岸地區帶來些少的驟雨。天文台預測下星期二天氣轉差，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局部地區更加有雷暴，到七一仍然都有驟雨，所以各位市民呢排出門口都係帶翻把遮啦。全城防騙，網上情人隔住個 mon 對你關懷備至，甜言蜜語。如果你連手仔都未拖過，佢就叫你奮身投資，港深定港金啊！有懷疑即打1822。